是蝙蝠的五个小青年。多的时候，我在你这儿跳舞，给你拉客。你别，我求你了。你怕什么呀？我现在，你虚了什么？我感觉你要砸了我的招牌。你怕什么呀？我打过工的店可多了，生意好的一批。你忘记了吗？当年的螺蛳粉。啊，你还记得螺蛳？这算什么？你跳过的店基本上都倒闭了。明白的。原来是个明白人。这条街还是 KTV 好多吗？你知道吗？我昨天真的是两个小时就卖完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昨天这整条街就我生意最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今天你来了。掏钱啊！走了吗？嗯。好的。好的，拜拜。明天我打电话嘛。对。我现在都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都改了名字了，我现在都不叫哈尼酒了，我现在都改名字了，因为那天也去算了下，说我这个名字不合我改了一个新名字。你的名字叫？狐狸精。真的呀，姓胡的胡，美丽的丽，安静的静，狐狸精。当时就不想说话了。真的吗？你看呀，人家喝茶的生意多好，人家卖饼子的生意多好，就我们这家店生意这么差。哎，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发力。那你去跳一下吧，跳一下无所谓。我为什么在那儿跳？我跳在那儿跳给谁招生意啊？我要跳我就站在这儿跳。你别。我觉得你胆子越来越小了，其他的你都还好，只是你的胆子越来越小了。怕什么？怕什么？现在是有小摊摊的人。对，你不然去桥上跳。我是 你去那些骚婆娘跳的地方。我是狐狸精。对啊，所以说你就得去骚婆娘跳的地方跳。关键是他们今晚上跳不跳嘛？不要，今晚上就不要了，我今晚上把店关了来看你跳好吗？不，没事没事，哎呀，生意总会有的嘛。怎么觉得你那空调跟我一模一样？对，又是个五星女孩，谢谢。哎，我的凳子回来了，你看我炸鸡哥多老实。谢谢你哦，炸鸡哥，小贼。他说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他说他想去你的，他说他想去你的摊位，就是卖个炸鸡，可以吗？几元钱？随便去啊。啊，那你摊位要给我。开开了吗？哦，开了，你去吧。可以，你就直接去吧，去吧。那个就直接叫炸鸡哥吗？对，我、他是炸鸡哥，然后那边卖牛排的是牛排姐，然后这边卖锅盔的是锅盔姐。哇，欢迎你们，大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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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等会儿去炸鸡哥那儿吧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从头来，我记得以前不是有个平衡器吗？不会放的吗？来来来，加拉比男，哟，喊酒，搞你球，
隔壁有人在偷拍。看到没有，跳舞机的人气，我就问旁边小妹妹喝不喝奶茶，结果小妹妹要喝，这不就拉到人了吗？兄弟们，这不就拉到客了吗？再来吗？看到没有，这不就咱们就拉到客了吗？对不对？老板又开始忙去了，继续跳是吧？继续跳，才看到甜头了是不是？不是霍霍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为什么跟你说？刚刚那个是我小学同学的爸爸，我的天！啊，那是你小学同学的爸爸吧？千万不要说话，我跟你说。我没说话，他应该看不出来我，但是都是一个街上的，我化起妆那么像我妈，他肯定看得出来。完了！你不要说话，你继续跳吧。待会儿围起来了，你就要去问，你像小学一问就有了，你要一问，喝杯奶茶吗？好，对。但是我的茶没有。打的。不是，但是我的茶没有了。没有在做吗？在做呀。问题不大，对吧？问题不大。小学同学的爸爸，对呀、啊，你怎么认识的？那个小女孩是谁的呀？不知道。继续跳吧。对，不要停下来。刚刚所以我就不说话，然后我就一直跳。其实不是我想跳，是为了刺激是吧？好玩吗？那、啊、别人还在这儿买了杯奶茶。对啊。刚刚还有好几个小姐姐拍你，有一个小姐姐戴帽子的小姐姐。哎，你咋不说呀、啊？你说我就去问嘛，顺便问她微信。戴帽子的小姐姐被她的男朋友拉着就走了。对，然后说不定你要去问，再多找个朋友来，让他给你拉，然后我跳，然后他来拍。待会我自己去。啊，炸鸡哥说让你过去卖炸鸡。啊，你不知道做什么？这卖炸鸡。来了！看，才下奶茶店又来了炸鸡店。今天要把这条街都打工打遍。我进来看一下啊。哎，疑罪未清心是谁的呀？是谁呀？待会儿我们这边还有个鱿鱼哥，还有个牛排哥，你看你去哪家店祸害哪家店，都不要祸害我家店好吗？哎，疑罪未清心是谁改名的呀？可以。现在在正在打吗？对。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我能做的。外甥，吃啥醉？妹妹，声音来了。啊，我吃啥醉？五香麻辣香辣番茄。你看，应该。没有，你放心吧。哦，九月大哥改名字了是吧？好的好的。这里好远哦，我想。对。这个家有生意了，快点去装袋子，快点。不去了，我不好意思去。懂了。不要去。其实心里想去的很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拉我，快点。天天什么兄弟，干你喊我。对，说对了。太懂了。我不去，咱就说心里想的是不是赶紧叫我，赶紧喊我。没事，我要跳舞了，我要跳了。这什么感觉？这是一个不正经的店。我跟你说，他来了哪个地方都不正经。正经的。不要，手机给我。手机跳什么？好的。我每次我出来，我都不知道跳什么。当当当当当当。Thank you.
这样子啊，我他妈你摇的好骚哦，我操！快一点，加快加快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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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，就用我那个杯子吧，就用我刚刚那个杯子啊，对，把那个杯子东西倒掉。这个顾客，这个顾客只配喝。倒掉水，倒掉。还有吗？倒掉倒掉倒掉。看这个顾客多惨呀！杯子都不配一个。哇！前后班，前后班，前后。哎，酒不开了，我的天！我亲手上阵了。哦。哦，我以为是酒了嘞。这个应该可以。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，咱们的顾客终于喝上了奶茶。这一杯我学会了，我正儿八经学会了。来，顾客，来，你好。谢谢。吸管要给人家拆一下。吸管要给人家拆一下。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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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修。